大哥係咪每日都要跑幾 K 先會開工咁樣㗎？呢段時間一定㗎啦，我唔使拍戲，我都要跑㗎。啊，因為我呢個係責任嚟㗎。係，隔離嗰兩位有冇陪你跑啊？嘥嘢啦，算吧啦。阿 Will 都跑過一次㗎嘛，係咪？阿 Will 唔止跑，做乜第三人稱嘅每次？我唔止跑過一次嘅，跟一開始其實跟呢個發哥跑，澳門都套戲完咗之後就冇啦。所以有出出嚟冇。係，咁阿靚咧，阿靚就一次都冇啦。有，就嗰次咁多咯。係，就嗰次咁多。咩？所有嘢都要試下嘅，咁有陣時適唔適合試過咪知咯，係咪？佢跑商場比較多啲。啊！你真係啊！跑網絡世界 shopping 多啲。輕唔輕呢？輕啊！輕啊！可以重堆。重堆。啊！阿靚今次同阿發哥合作有冇即係？係啦，又有冇手心無汗啊？我見你哋十指緊扣，有眼神對望咁樣嘅喎。是一個很難忘的經驗的，即也都是我覺得真的好像圓夢，即終於追到自己這個這粒星，這個偶像，自己很開心。因為靚選香港小姐的時候，那晚我做評判的，所以我沒有投給她。怎麼選出來的？沒有啊，所以我沒有投給她票的，所以我不敢見她，直至她不幸在這裡撞到她，我都不知道怎麼跟她說。你唔好咁講啦，一定係我偶像選我出嚟。係啊，咁靚女唔選佢選邊個先得嘅？你個旗仔係邊個？翁杏蘭。杏蘭啊？係啊。哦，仲有個咧？梁小冰，你最中意嘅梁小冰啊！你唔好俾發嫂聽到啊！佢講緊嘢。嚇，唔緊要。誒同阿峰峰講緊嘢啊嘛，好繼續。今次阿發叔係出品人啦，係咪現場嗰個發記士多都係廿四小時營業咁樣噶啦？有23個鐘頭啦，有一個鐘頭要補給嘅啊。會唔會真係食到肥曬 ，Will 你？有啊，中間新年嗰期休息嗰個禮拜病咗，所以屋企冇乜點食蘿蔔糕，跟住翻到去發記士多，佢哋有好多蘿蔔糕，我就瘋狂係咁食，跟住之後就俾人話我肥咗啦咁樣。我啲 pocket money 就擠曬發記士多，俾你哋食曬。嗯，係啦，我係福利嚟㗎嘛。係啊。發記士多最中意食咩啊？推介。飲湯，阿嫂煲啲湯好好飲。係。係啊。唔係佢煲嘅，有人煲。佢買料啫。佢指使人去買料啫。喂，咁啲料粥先好飲㗎。梗係啦，十幾斤煲埋兩碗，唔好飲就鬼啦！你一碗我一碗啊，屌真係。喂，買料啊，買幾皮嘢啊？哇！真係唔怪得靚到。係啦，求求其都收兩皮啦，屌真係。發哥今次是不是為了這部戲都特意苦練你的髮功，剪頭髮的功力這樣？沒有，是有個髮型師在教我的，一 close up 就距離的了，我就手騰腳震的嘛，我就是懂跳班王都要舞的。但有沒有人做過你白老鼠給你剪過？當然要啦，他要給幾個假髮，我要慢慢學剪的，剪了一排的了，但去到現場我都是不行。學了多久？幾個月而已。你鏡話見到阿靚，我都唔敢剪落，我驚剪到自己隻手咯，因為我好眼粉花，我唔係驚你啲頭髮啊，有咩所謂啊？頭髮生翻，咪個手剪咗生唔到噶嘛，係嘛？剪咗手皮點算啫？係咯，我琴晚都剪咗指甲嚟，都剪到流曬血，陰公。咁發哥點解要請到你出嚟拍戲啊？個劇本好好睇，就加上阿靚咧，又即係。我聽到心都寒埋。你講緊我係嘛？我心寒嘅，因為我唔知點樣接你啲戲，兩屆影后。
係啊，真係冇話費事佢呢條路，第一次 dead air 大佬，幫唔到嘴。係。咁今次同阿靚合作完之後，會唔會再想試下其他咩角色咧？我係諗住拍套喜劇，叫做《惡兩人瘋癲》。能理之覺都係我哋嗰陣時，佢死過。哎呀，你可以你死定我死啊！嗰陣時嚇玩我啊嗱！我幾想玩你啫！你冇實力啊！你要玩佢，你咪玩咪玩咯！你整個咧，導演整個喜劇嚟玩下，同你騙過。我萬千期待啊！好啊，騙死佢為止。後面見到兩位前輩咁樣鬥嘴，你咁樣答嗲你，唔夠膽。咪死得唔夠膽，死得好慘，搭嘴喎，點死得又啊？發哥嘅講嘅嘢都係道理嚟嘅，我哋冇得駁嘴。你唔敢駁嘅。唔係真係嘅，真係發哥係可以令到你好心服口服，冇得駁。刮機 cut 咗之後，唔係鬧到只狗咁俾你，真係。你唔好咁講啦，發哥。你唔好當我係黐僆先得㗎，黐僆咪俾你蝦啫，我唔俾你蝦㗎。我係咯，所以我。我同出品人投訴㗎，下次唔揾你㗎。我最驚出品人。係啦係啦，我都驚，冇話。直接入咗對面嗰度啊，過咗喎，深圳。深圳。出品人對你嚴唔嚴啊？今次？唔嚴，落曬鹽啦。咩話？落曬鹽。湯幾鹹啊！真係。講緊煲湯。飲完之後飲幾碗水啊！陰公。求求其收兩皮，係嘛？好大膽佢真係，寫唔到，寫唔到係嘛？咪咯，真係。你唔好見我老公咁多，你灌輸埋呢啲知識俾你。後邊知唔知我背脊個咩字？驚。勇啊！叫佢驚。但係點解背脊唔喺心口？佢望到啊嘛，傻傻地嘅啫。喂，新同學嚟啊？救過下，好奇嘅好奇問下啦。救過下啦。對人體構造有啲好奇啫。喂，喂，勇睇咩個勇字啊？哎，風風你好嘛？哎，你好得意啊！哎，好，繼續。係。Hello 啊，老公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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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咁好 sweet 啊，嗬。阿風風啊嘛。阿靚喺戲裏面同發哥做情侶噶嘛？係。係感覺點啊？良好啊。有冇啲好 close 嘅鏡頭？有噶，有噶。我哋有唱情歌嘅。係啊。嚇！係我演出嘅歌喉第一次拍攝。點樣唱啊？首歌？唔係記得。你唱有唱過歌啊？有，我以前有啊，好大膽，同你一樣勇。唱咩歌？十二分十三千。十二分冇分寸，十二分冇分寸啊！呢個就咁啦，下部戲就叫十二分冇分寸。冇分寸，好，好啦，差唔多。好 ，OK， 謝謝各位嚟賓 ，Thank you， 哎呀，真係 ，Thank you， 好得頂啊！喂，咁我哋。